美国连锁电影院在这次世纪疫情之下遭遇史上最大的灾难，全美最大连锁电影院者 AMC 现今即将要断流，第二大业者 Regal 也宣布了无限期关闭了全美的戏院。美国疫情迟迟无法缓解，使得美国电影业界可以讲说是忧心忡忡了。李安跟马丁史科西斯这些大导演联名致函给美国国会来求助了。那台湾电影院的业者处境呢，相较美国好了很多了。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热门的卖座电影哦，还可以看到排队的人龙哦。DC 的大片《神力女超人1984》啊，华纳还决定啊，让台湾的影迷先睹为快，全球抢先上映哦。欢迎收看《赌对大头家》，我是阮慕华。美国电影院业者啊，原本就是这一次疫情冲击下受灾最严重的产业，那没了观众就算了嘛。现在业者啊，还遇到了没芯片最后一根稻草。AT&T 旗下的华纳电影就宣布了，明年在电影院上映的芯片呢，会同步在自家的串流平台 HBO Max 跟电影院同时上映啊。那这项计划为期一年，是疫情啊以来做出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决策了。结果消息一出啊，这个各连锁电影业者的股价立刻是重挫 ，MC 股价单日重跌了16%，喜满客也崩跌了22%。那今年以来 ，MC 的股价已经是腰斩，喜满客跳水跌了60%。先前十月的时候呢，全球也是全美第二大的连锁电影院的业者 Regal Cinemax 的母集团呢 ，Cineworld 就宣布了关闭美国了536家的 Regal。跟英国127家的戏院，当天呢，这个股价是直接开盘跳水，大跌了60%。那中场仍然收跌了36%。Cineworld 会做出这样的痛苦决定呢？它的理由啊，就是要减少开支啊。那最主要呢，还是没有了芯片。疫情重创电影院业者的同时啊，却让啊这个串流影音平台快速的攻占市场。那发片业者不得不转移市场的发展方向。在华纳做出这项决定之前呢，其实环球影业已经逼迫了 AMC 跟喜满客达成了芯片在戏院上映17天之后就可以在家庭播放的协议了。要知道，过去这个间隔期可是要90天呢。虽然发片业者一直呢是要求缩短，但是呢电影院业者强力反对下呢，大家一直无法达成协议。没想到这场疫情就直接摧毁了电影院这个票房保证的保单了。那美国的电影行业到底有多惨？我们根据 Comscore 的数据显示，去年前三季啊，票房总收入是84亿美金，那今年呢，降到只有20.5亿美金。去年美国的票房总收入是114亿美元呢，那今年或许啊，大概只有30亿美金了。美国电影院禁售食物啊，对业者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。要知道，美国电影院2018年的票房总收入是103.6亿美元，但食品跟饮料的营收高达56.4亿啊，是票房收入的一半多啊。美国最大的连锁电影院 AMC 去年第三季的财报，当季电影票房的收入是7.8亿美金，食品跟饮料的营收呢高达4.2亿美金啊。那这场疫情让电影院业者可以讲说是跌入了深渊了。但台湾的情况却大不同哦。虽然三月到六月电影院的营运情况很惨淡，但是随着本土疫情控制得宜，那各家戏院还算经营得下去。全台最大连锁业者微秀甚至还准备在明年要寻求股票 IPO 的机会。那台湾的电影院一反美国电影院没人没芯片的窘境，从天能到鬼灭之刃这些芯片给了业者不小的信心啊。那以鬼灭来说，信义微秀影城10月30号首映的当天呢，就播了43场。那台北单日的票房是1115万。桃园统领微秀影城呢，在上映的首日就播了57场啊，短短3天，全台票房破亿啊。那最近 DC 的大作《神力女超人1984》确定在12月25号圣诞节档期北美来上映，但台湾抢先一周，在12月17号就上档哦。这部大片上映日啊，从最初的去年底啊，延宕到今年的六月，又遇上疫情，又改到8月，后面还又延到10月。经过4次延期啊，华纳兄弟宣布了不再晃点了。
台湾的预售票四号已经正式开卖了。四大影城抓到机会，准备年底再冲一波营收啊！电影院要能生存，除了有观众，也要有芯片，否则啊，这个大荧幕啊，可能就要消失喽。请您看完之后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也请您赶快去订阅 Light Today 的官方账号，这样每天重要的新闻以及我们的节目就能推送到您的手机里去了。如果你错过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也没有关系，您只要到 Light Today 的理财栏目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影片。Today 大头家天天带您掌握最新的金融脉动与财经趋势，我是阮慕驊，我们明天见。